走走走走走走，哥哥们，请走上红地毯。牛气满满的哥哥，来吧。哇，这个位置好熟哦，这边该不会要拍照吧？ 一定要先签名，对吧？来，学长，这个哎，我们是自己走这个流程嘞。签名吧，就不管了。大哥都已经连签名的礼都没有了吗？红毯是给弟弟们准备。好，那我们走错了，对不起，这个红毯是给弟弟们准备。哎，走了，没脏吧？快把人地毯擦干净。我们不该走。那我们先去面试间吧，观察一下弟弟们。面试间哦，我们去面试。